据此前美媒报道，卡梅隆·安东尼在和老鹰买断之后，将会以240万美元的老将底薪加盟休斯顿火箭，联手好兄弟克里斯·保罗，这已经是全美达到共识的事情。前瓜时隔一年还是得来火箭，在休斯顿这个夏天失去巴莫特和阿里扎的情况下，安东尼的到来让火箭的三号位火力大增，同时160万底薪签下的詹姆斯·恩尼斯也可以保障火箭侧翼的防守问题，一攻一防。火箭400美元解决了两道难题，不过安东尼还未加盟火箭却已经是被质疑连连，有无数的美媒都不看好安东尼，他们甚至认为安东尼会让火箭的实力大跌，他就是一个毒瘤，反而雷霆离开安东尼会变得更加出色。就在今天，美国篮球媒体 Vice Sports 在 Instagram 更新了一段关于安东尼加盟火箭的评论，他们写道，这位在过去很长时间表现的不像名人堂球员的未来名人堂球员加盟火箭队究竟意味着什么，随文配图里还有一句卡梅隆安东尼是时候战胜他的自我了。而在该条 INS 评论区下也出现了当事人安东尼，他 Art 评论者 Michael Pina 回应道，这个头条真的很敢写，从前瓜回复的语句中就可以看出他真的是有点恼火了。他在此前就声明了，加盟雷霆原本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他们三人的球风确实不合，而且雷霆也没有帮助他去融入球队，所以不要球队啥事都他一个人背锅。而安东尼的发泄言论也得到了火箭领袖詹姆斯哈登的回应，他认为安东尼加盟火箭会激发出最好的他，前瓜并不是一个毒瘤，哈登说道，全世界都知道卡梅隆能带来什么，都知道他天赋多么出众，如果他来火箭的话，我们会激发出最好的他，而且我很确信他也会激发出最好的我们，他来之后我们就会开始交流，我们有很多时间去准备新赛季，你知道的，要想把前瓜带来一支总冠军级别的球队，你必须与他有交流，只要能够做好沟通，好的事情就会发生。从哈登的话语中可以听出两点，他不认为安东尼是毒瘤，只是他的球风不适合雷霆，更适合在火箭发挥。同时哈登还声明了自己的态度，前瓜来我们这边不是为了抱大腿，或者是单纯的靠我们帮他变强，而是安东尼本身的实力确实会让火箭变得更强更好。这就是一个球员对于一支球队的价值，你能不能帮助你的新队友变得更好，哈登表明了这个态度，就说明了他和保罗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认为安东尼在某一方面能很好的为他们做出贡献，是火箭所需要的，相比雷霆火箭拥有自己的球队的体系，得安东尼的跑轰战术，而且灯泡的传球也让安东尼变得更好。安东尼在掘金和尼克斯时发挥出色的原因都是因为比卢普斯这个大脑型控卫，他完全解放了安东尼，让他全力做好得分的工作，做一个终结者。而火箭有两位传球大师，保罗也和安东尼合作过，就是奥运会时期他让安东尼变成了真正奥运瓜，无球能力堪称顶级，